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吉的妈妈。今天由我来讲解这支视频。化妆之前，先用凡士林涂下嘴唇，然后遮下毛孔，再用深色的遮瑕膏遮下黑眼圈。然后再用亮色的遮瑕膏在额头上面打亮，推干，推开，用海绵球轻轻推开。先关。用手指推开眼袋啊，还是黑眼圈的遮瑕啊？可以开始用手指推开黑眼圈的遮瑕，再用海绵球推开其他。今天用到 SK2 的 CC 霜，夏天用起来比较轻薄。脖子记得也要涂哦。我也觉得好像，干嘛叫我录音啊？粉底就搞定了，然后用控油的蜜粉定妆一下，不行，再重来，真是。然后用蜜粉的定妆一下，然后用蜜控油的蜜，再来重来，然后又控，你一直笑干嘛啦？哎呀，真是，你一直在旁边笑搞呢。用眉笔先把眉毛梳整齐。今天的眉形也跟着自己的眉峰走，然后我会再把眉头梳自然一点。底妆完成之前，紧接着上修容。除了两边的颚骨以外，还会再扫颧骨。习惯用这盘眉粉来扫什么？鼻影。用打圈的方式在下嘴唇扫一点，显得唇部更立体。涂眼影之前先上一圈眼部打底，先用这块裸色整个眼窝打底，然后用刷子扫这块浅金色。这眼皮什么褶子在双眼皮褶子里，涂在双眼皮褶子里。等一下，接着用哪一瓶香槟精力眼影膏，天哪，然后用棉签调好色，再涂在双眼皮上，最后用最深的棕色，涂在那个睫毛的根部，用最浅的颜色补在卧蚕上，眼线就自然平衡的向外拉。我会习惯用眼线液来补内眼线。用睫毛夹三段式夹翘，用凯婷这款睫毛打底。这一款的什么睫毛膏？睫毛膏用扇形的方式刷出来，这也行。最后我再补一下 Kiss Me 的防水睫毛膏，男装就汪真好了。你干嘛讲不清话？这话怎么讲？汪真。算了，我还是别讲了吧。那眼妆就完成了。MAC 这款马卡龙高光，刷在还是撒在？扫在眼睛下方的凹陷处和法令纹，上嘴唇，打造立体的唇部，额头撒上更加饱满。太阳穴凹陷的话也可以扫一点。腮红用斜三角的角度方式扫开。下巴也少一点，让脸型看起来更饱满一点。接着今天用的唇釉还是阿玛尼的300号，我只涂里面一点点，然后抿开就可以了。最后用的这个 Baby Pink 最后用的这个 Baby Pink 的唇液涂上，会有布灵布灵的感觉哦。好啦，妆容大功告成啦，让我整理一下头发，梳一个头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希望你们能喜欢我女儿思己的这支妆容视频，记得转发关注哦，我们下次视频见，拜拜。